如果日本准备排海的核污染水没有问题的话，福岛地区的鳄鱼产业怎么会因此受到影响呢？如果日本政府不是心虚的话，为什么用补偿费来息事宁人？这只能说明核污染水排海是真有问题，大有问题。约有40%的日本民众和中国、韩国、俄罗斯、太平洋岛国、菲律宾、印尼、秘鲁等太平洋沿岸国家的民众都强烈反对日方推进排海计划。令人遗憾的是，日本政府对国内外的反对声音装聋作哑。日方用补偿费换取本国民众的沉默，却置周边邻国和太平洋岛国民众安全和利益于不顾的做法，只会引起国际社会更强烈的质疑和反对。